都说男人永远长不大，就是他们的玩具越来越大。冬天开场门啊，那问题不大，就有点喝风。这种踩多少有多少，随踩随有的这个动力输出，真不是一般的涡轮车能给的。这男人的玩具啊，有很多种。小时候有小时候的玩具，长大了嘛，玩具也跟着变大了。这 MX5 就是这些玩具中最有乐趣的那一个。这车呀，有好多个名字。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它叫 MX5， 在北美啊它叫米亚塔。虽然国内 MX5 车主中有不少的小姐姐，但在国外啊，这车真的是给那些事业有成心有激情的男士准备的。哎，用现在的词儿说叫什么来着，我让你平时多看书多看报，你就真的弄屋你就这就一炮。行，用现在的词儿来说啊，这叫不忘初心。不信咱看看它广告。你看这马自达给车主的定位不是小姐姐吧，从外观看这代代号 ND 的第四代 MX5 跟之前呀有很大区别。之前的什么自然吸气啊、新百伦呀、脑残呀，这三代你给我好好说话，我这一天到晚跟你的没完了是吗？不放个蛋，人家就叫这名啊， NA NB NC 啊。他们三代外形都特别圆润，尤其那个初代的 NA， 那个小跳灯，哎呦，那小眼神特勾人。不过这代 ND 啊，这个外形啊充满了力量感，线条硬朗了很多，这更符合一个男人的玩具的定位。车尾整体造型，尤其这尾灯，这跟法拉利的最新设计啊还有点像。但其实啊，我想吐槽一下这排气，你看这尾喉充满了六七十年代那种原始的气息，这位置也随便这么一放，我觉得这个是外观上面的最大瑕疵了。今天这个版本是 MX5RF 版本，这 RF 啊是一大串英文缩写，翻译过来就是可伸缩式硬顶敞篷加六位设计。国内的正规渠道啊只有这个版本。虽然大家都说这个硬顶敞篷车身重、重心高，影响操控，但我觉得呀，咱也别羡慕那国外的软顶敞篷。我就说一个问题，安全问题。当然，咱不是说这个碰撞安全呀，我说的是这个财务安全。你想想 ，MX5 这么招眼的小跑车，你要万一落点什么在车里，你让贼盯上了，你不光东西没了，你还得搭一个棚进去。咱不说这个，你就算小心再小心，你还得碰上那个手贱滑车漆的，那要给你这棚来一下你也受不了啊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这个硬顶敞篷就挺好，这算是这个不实用的大玩具里最实用的一个配置了。另外侧面细节呀，马自达还抒发了一下自己的情怀。你看 MX5 这个侧面的转向灯不仅形状致敬了转子发动机，就连这个灯的造型和用了转子发动机的 RX8 那都一模一样。这就像什么呀，这就像你的战友在战场上牺牲了，你把他的信物拿下来放在了自己身上一样。当然啊，这转子发动机啊还没彻底凉透，有传言说马自达还想把那个 RX 系列复活呢。这坐进车里啊，第一感觉就是真低，非常低，特别有超跑的感觉。到底有多低呢？这跟坐小板凳都差不多。这优点啊，是你在市区里开车能平视各种小姐姐的那些小短裙啊、大长腿啊。缺点啊，就是看多了容易挨揍。哎，导演啊，你说我这个加了这么多这个大姑娘的这个情节进去，你倒是给我找一个来呀。你等着，哎，弟妹，
哎，何老师现在有新要求。哎，行，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。哎呀呀，行，这要观象盆儿就这么点儿，这都影响我二次发育。多大了？二次发育呢？不是，人都说三十三窜一窜吗？这不就二十三窜一窜？好好说。行行行，那待会儿你试试来，你看这空间小不小？是有点小啊。我就说这小吧，你说这车，这不光乘坐空间小，没后排，这储物空间呢几乎就没有，没有手套箱，这门板也放不了东西，就剩这中控这俩可怜的储物盒了，那还有俩杯架。你说你跟女朋友出去玩，一人一个包吧，这包要放后备箱，啊、真不方便。你俩包让女朋友拿着，那也太不绅士了，这怎么办？哎，其实也简单。你别给他买包不就完了吗？这内饰啊，也没什么特别可说的，能省的都省了。哦，对，那音箱没省，头枕里这还有俩喇叭呢。大家在路上都拍没见过一种人，音箱自己音箱开声倍儿大，手在搭外面窗户里摇下来，显得自己倍儿牛牛啊。MX5 啊，就不会让你有那种不雅的行为。音箱在这儿，你要想放那么大声。自己先懂了，这内饰啊，这个手刹还值得再说一下。你看，在这么小的小车里面，这距离那就相当于是地球的南极到北极的距离了。不过啊，这也有原因的。人日本是右舵车，人家在右边，你看那方向盘开的时候，那是不是很方便？这可能是进口改左舵的时候给忘开了。这 MX5 乘坐空间小，储物空间小，就连后备箱啊也特别小。我带我女朋友出去逛街，我都花不出去钱去。我，你搬两箱肥宅快乐水，你再买几颗冬储大白菜，就没地儿了。当然了，咱也不能用家用车的条条框框去要求它。你玩具，你当然要用玩具的标准来衡量它了。好玩才是它最重要的标准。作为一辆敞篷车，你除了下雨下雪下霾，你一定要开着敞篷，你才能对得起它，你才能对得起你花那三十多万块钱。 MX5 这个开关是全自动的，只要按住13秒，而且车速在10以下，你随时都能打开闸盒。这个可比上一代那强太多了。上一代你除了按开关，中央后视镜这儿还有一个手动的锁止机构，那就不太方便了。这开开棚以后，那回头率真不比烈马蛮牛差。别看北京都是冬天了，但我穿这么点衣服啊，还真没觉得冷，就有点喝风。因为这跟什么似的，这就跟冬天你不穿秋裤啊，还得把脚腕子露出来，那是一个道理的。这车有空气动力学设计，利用周围的空气把驾驶舱给封闭起来，你开得越快，它封闭得越严。而且这车还有座椅加热，更高级别的敞篷车那还有空气围脖，所以冬天开敞篷啊那问题不大。但万一你还是觉得你冻得关节疼，那我也有办法。这不傻逼吗？你这样就不稳了吧。当然啊，你要跟市区开，那只能展现它拉风的一面。你要想聊操控，当然要来山路啦。动力和驾驶乐趣划等号，就觉得你没有个300匹就不配谈驾驶乐趣一样。之前也有人喷我说，你开个320，你聊什么乐驾驶乐趣，聊什么操控啊，起码得328起步。对于这种键盘车身来说，你们说的都对，行了吧。驾驶乐趣分两种，第一种啊就是超跑或者超跑的赛道版，那种极限非常高，弯道非常快，刺激，但是一般人呀还真开不了那种车。的弯道宽容度特别低，你稍微一失控，稍微一甩尾，立马就失控，一般人呀真控制不了。那最极端的案例呢，那就是 F1 了。第二类呢，就是像 MX5 啊、86啊、BRZ 这种车，动力不如超跑强，弯道不如超跑快，但是即便你天天只开家用买菜车，你也能轻松驾驭，只要你不出格，它也能在安全的同时给你带来足够的驾驶乐趣。一个开着快，一个开着爽，
作为一个阅片无数的过来人，告诉你，爽比快更重要。王老师，你都阅的什么片啊？这么爽？漫威系列呀，你看那个打来打去的，再加点嘴炮，那多爽啊！但你想看超人，那个上来就秒杀全场，那倒是快了，那爽吗？ND 这代 MX5 啊，用的是2.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，动力啊虽然比不过之前个别的高性能版本那个 1.8T， 但是已经比前辈的用的 1.6 啊 1.8 啊那个动力强了。158马力200牛米，匹配 6AT 变速箱，动力虽然是弱了一点，但是乐趣强啊。乐趣来源于创驰蓝天 Sky 什么什么动力系统，发动机顺畅，变速箱聪明，这种踩多少有多少，随踩随有的这个动力输出，真不是一般的涡轮车能给你。乐趣来源二，前中置发动机，后轮驱动，加上车身前后50:50的重量分配，这个结构就天生比那些前驱车呀、后驱车有更好的转弯特性。乐趣来源三 ，MX-5 啊，特别重视轻量化，这各种的铝合金材质，各种无故消失的配置，咱就不说了。你看这个座椅。没法单独的调节前后或者上下，只能这么斜着调，这么一点一点的减轻重量，对整车控制在1135公斤。你像这车坐上这两个我这样的彪形大汉，再塞满了摄像设备，这都比你家用车轻。乐趣来源四，全车低重心加低眼的坐姿，这重心一低呀，弯道就稳，坐姿低虽然速度不快，也能给你非常强的速度感，你再加上这个前段软后段韧的悬挂，能让这辆 MX-5 加速轻快，在弯道里身轻如燕。你拐弯的时候，它先用车身姿态告诉你，这速度够了啊。你再快，它想开告诉你，这速度快了，快了。但是你再快，它就开始甩尾了。不过啊，即便车尾甩起来了，也很好控制。这种操控感和宽容度都很高的车，那真是一辆称职的玩具车。你速度再快，弯道极限再高，动力再强，那就超出了一个玩具的范畴了。当然了啊，这车虽然操控好，但你也千万别把它当成真正的跑车。就 MX-5 这个加速能力，随便找辆家用的涡轮车，那都能把它给干了。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快到30的年纪，上有老下有小，白天工作晚上回家看孩子，那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的爱好来抛开烦恼，释放压力，才能在生活和工作的烦恼中更好地为家庭打拼。你像我，我的爱好就是汽车，你跑跑山路就能让我心情愉悦，你回去再看领导那张臭脸呀，那都觉得无所谓了。哎，但在国内啊，这种玩具型的汽车呀实在太少了，咖啡法则越来越严，你像这种汽车啊，不光越来越少，还越来越贵。比如今天这辆 MX-5，人在日本的起售价那比阿特兹还便宜，但在国内正规渠道限量才500辆，而且这一辆车的价格能买2辆阿特兹了。哎，你说我连玩具都买不起了，我还算什么老司机呀？或许再过几年，等这车二手车价格下来了，我会买一辆，平时跑跑山放松放松，感受一下风从发间飘走的感觉。平时不开也不会卖，就留着给我和我儿子当玩具，他可以开着他上大学，带着女朋友兜兜风，我可以带着老伴儿在夏夜的山顶看看星星聊聊天，找找年轻的感觉，这才是一辆玩具车该有的作用。